帮我跪下吗？跪的吧，还说可以这样马上就跪下，是要怎么跪？果然是用膝跪下跪。哇，好，就跪着。好，哇，好日本人哦，日本人哦，土下座。我真的拿鞋子这样踩喽，可以啊，真的哦，真的哦，真的是这样。来来来来，真的哦，没有这么好。第一拍，哇，我有，小心小心，来一击来一击。好，第二拍，第二拍。有不同彩吗？啊，怎么办？真的脏掉了！真的脏了！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算过，比如说这一本这样子价值多少钱？我没有算过，因为它有不同的。有没有比较贵的一张？还是都是一百？有有，这个是一张一千元，一张一千元。这一系列是一张一千元。等一下，这一系列怎么了？抢拍吗？保险画的比较丰富，对，它就是。他画的会更丰富。这些画画是你画的自己啊？我画的，哇，他很厉害哎！你看这些画都是他画的，谢谢，都是我自己画的。还有百变怪哎！啊，后面是扑克牌，所以这个要一千块哦。对，然后也都很多人买。对，哇塞！哇，还有耿鬼，你赚很多哎！我很努力，哇，你很努力，爱豆赚吧？你该不会可以现场画给我们吧？啊，我有带耶。带什么？带我带先，就是先画好跟空白的，然后然后现场可以画给，然后送当大家小礼物这样子。好哎，哇！那我可以指定要画的内容吗？送给大家是不是？这两张，这两张可以指定。你想要画什么？你想画什么？大象，大象好，很多很多大象。那你要指定？你要什么？我想要很多皮卡丘。皮卡丘，我的皮卡丘画的有点丑。那梦幻好了。梦幻，我梦幻也蛮丑，但是可以。那叫我指定干嘛？啊！我突然想要改成老夫子，老夫子，然后你说那个番薯老番老番薯老番薯老夫子大番薯，好，我应该画得出来。你知道老夫子吗？我只啊知道，知道应该知道，因为38岁人生一定知道的，一定知道的。我希望他们三个好朋友在一起。好刁钻哦！老夫子赵先生跟大番薯他们三个，对，什么先生？赵先生，赵先生，老夫子的三个角色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名字，对，不知道名字，不知道名字。你很厉害，对啊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名吗？大哥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知道？你现在啊，为了找共鸣，已经找到大哥去了。场外的大哥找共鸣哎，是赵先生没错吗？对，三个都想对了哈。老夫子、赵先生、大番薯，麻烦画他们三位。那就麻烦你了，老夫子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还要可爱三连拍啊？可爱三连拍不是我，也不是你，也不是你，是不是？我不走可爱路线。御姐啊，那你示范一个御姐三连拍拍照怎么拍？御姐三连拍就是那种霸气的，还是你要踩人？我踩人哦，这边应该不太适合。为什么不适合？这边可以这样子吗？可以啊，真的。你们有人想被踩吗？你不要玩来哦。是真的踩吗？你不要我来。很多人想被踩，真的假的？很多人想被踩，不是踩踏，是躺在踩上面而已。哦，可以，左脚一个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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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。有指定姿势吗？还是可以踩他吗？我可以踩他的梦想。中华怎么样？躺着吗？那可以帮我跪下吗？跪的吧。还说可以这样马上就跪下，是要怎么跪？果然是用膝跪下跪。哇！好，就跪着。好，哇，好日本人哦。日本人哦。土下座。我真的拿鞋子这样踩喽。可以啊。真的哦，真的哦，真的哦。来来来来，真的哦。没有这么好。第一拍，我有。小心小心，哪一击哪一击？好，第二拍。第二拍。有不同彩吗？啊，怎么办？真的脏掉了。真的脏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跌地上了，我跌上了，踩了，你要用脚印，不要，我要脚印，我要脚印，脚印，脚印，脚印。第二排，第二排，第二排。哎呀，你脚，他脚超大，你脚超大，你只要脚是170公分的脚印。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嗯，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叮叮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，叮叮叮。